现。白虎星宿印，设想伤势痊愈不说，竟然还开启了一个窍穴，这道元液比传闻中还要厉害。没错吧？道是星辰学院的学子，这名道灵，他夺我宝物，我不甘心放过他，一路尾随，亲眼见到他为了抢夺星辰神液，杀死了青翼飞师兄，而后又出手杀了武俊明少爷。道灵，他真的叫道灵？千真万确。他家在哪儿？父母叫什么？我只知道他来自青山镇，是一个穷小子，至于父母并不清楚。这小子狡诈狠毒，但他拿到了星辰神液，孙向山肯定会庇护他。我秦家势力不敌星辰学院，还望武家为我们做主，若是能杀了他，我秦家愿为武家鞍前马后。区区星辰学院而已，放心，我定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来人，封锁青州城，捉拿道灵。我派人随你去青山镇，将道灵的父母一并捉拿。小的定不辱命。道灵，你小子竟然还活着，这次绝不能放过他，未来必须是我族帝人的天下。你说什么？听闻曾经道族被武家逼迫封族，武家劫掠了道族不少宝物，没想到踏天角也在其中。武家，我要向武家讨回公道，未来势力无敌一战。不过如此，住手！
气不绝，你是不死之身。那就让魂飞魄散。镇压的份，王妃果然可怕，不过别忘了，这里是我的印象。真是个没用的废物。主人，要不要把俊明少爷带回去？留在这里恐怕有损我族神威。这种货色也配让我浪费时间？反而是那个道比我预想中更强，我真是越来越期待。诗诗，那边有空位，我们一起过去吧。大哥，小弟果然没看错你，太仗义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功夫拍马屁？邪气太多，一时半会没法摆脱。不如我们联手大干一场。大！